是是是 ，OK OK， 好，谢谢谢谢，拜拜。你知道你那个连拨号器都没有，我发现了吗？其实我也找不到他的耳机要插在哪里，他是可以插耳机吗？尴尬了，找不到洞，他的洞不见了，不要插错洞在这里啦。这叫做 CD player， 这不是那个收音机上面拆下来的、喔？收音机上面，我好像有看过，我好像有看过，没有没有，这个是随身听，谁口袋这么大？他真的可以啊，等一下。为什么不行？从小都是这样啊！它是我小时候必备三 C 产品。你确定这东西叫三 C 产品吗？它哪里不三，哪里不 C 的？哪有 C？ 我只看到一个 C 而已，叫 CD player， 就一个 C。其实我也不知道三 C 的三 C 是哪三 C 的。Computer, communication, consumer electronics。没差 ，OK， 反正它是当年最屌的。你只要拿着出去，代表你口袋很大。没错，大家都知道你爸很有钱，就代表你每餐都吃得起麦当劳。你真的没有看过他哈？我没有看过。说实话，我也没有看过他很久。其实我没有这么老。我小时候玩这个，我小时候有用过这个，我只有到这个阶段。哦，你说是遥控器嘛？我家也有啊。这个是小时候我毕业旅行陪我唱歌唱整路的哎。好，我跟你讲，这东西很逊。我现在介绍的是这个，你觉得他大概多久以前发明的？比我老吧。对，老很多。我可以给你一个 hint。那个年代的歌，我可以哼一个。好好好，好啦。有一个可爱的小女孩，她的名字叫做小薇。任贤齐唱的吗？阿杜，阿杜吗？不是啦，不是啊，还是我记错了。阿杜啦，不是阿杜吗？她的名字叫做小薇，是黄品源啦。说实在，出了真的非常多非常好听的歌，那大家开始觉得说，我想要出去，我要街上逛的时候，我都要听歌，听所以说呢，就开始催生了第一台的随身听。哇，你有做功课哎？没有，那是脚本上写。脚本有写吗？脚本上有写。然后过几年之后呢，就是我们世界的巨头，也就是 Sony 出了一个东西叫 Walkman 的。Walkman 嘛？对 ，Walkman。哦 ，Walkman 我知道。对，基本上 Walkman 就是我们这种一开始的啦，就是吓、欸、有没有吓到？吓到有没有很 fancy？ 会弹开耶。这个它就是打开，就里面放一张 CD 嘛，你就把你的买的漂漂亮亮的签名的专辑就放进去。放进去。对，来你们要放放看，你们是没有放过。没有。然后小心，你要小心，你不是、CD 不是这样放 ，CD 你这样子放会刮到。那要怎样？我们 CD 都是手指头插好。先顶住，慢慢下来，然后一点一点，然后哦，反正就这样，然后就可以听了。看见吗？看见吗？亮了，亮了哦，震动，震动，开始转了。我知道你喜欢震动，但是不要这样，因为它这个最好不要一直动它。它不能，没有，它震动太小了啦。啊，有声有声，有有有有有有铃铛声，铃铛在窗边听好多滴滴滴滴滴滴，我想远都想不到，陪我赶着走的你会要走。知道是哪首歌吗？欢迎留言回答。OK， 大家能享受到我们这种乐趣吗？记得我小时候的时候，在巴士上面，全车通常都只会有两个家境特别好的小朋友会带这个。那时候我记得我是去毕业旅行，我还有另外一个胖子友。那想必大家都想跟你听，不想跟小胖听。小胖没有希望的，小胖没有希望的。所以你有用这个东西跟你喜欢的女生一起听过音乐吗？绝对有啊！我跟你讲，不只是听过，那个时候我们这些耳机，对不对？它都要自己撕开你要的唱片，全部粘在一起。没错，一开始都黏在一起。我那时候就很坚持，永远都只撕一点，大概只撕这样这样子。OK， 然后我下面会用胶带捆起来。比如说我看我喜欢的女生，我就跟她说：“哎，仙景，你要跟我一起听音乐吗？”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你有耳机吗？有有有，来来，我这边戴好，来过来，你刚刚近一点啊。嗯，台北好漂亮哦。我跟你讲，台北不止漂亮，台北的公车还特别晃。真的哎，小心刹车。手为什么要放这边？爸爸跟我说，做男生要绅士。还好妈妈跟我说，刹车的时候手要放胸前。我们爸妈应该认识。哎、欸，你在听什么啊？我在听那个周杰伦的歌啊，你有听过吗？我要听。这是我的耳机哦，我只给我喜欢的人听。什么意思啊？有别人的歌啊，我想听听看，什么王力宏之类的。有有，我刚刚我都有，我都有，因为这很方便，这直接换 CD 就好。那我要听王力宏。那、啊、我有，我身上都有带，因为很多 CD 哦，它这个，哎、欸，等一下帮我拿它这两张，还有这一张，帮我拿一下。对对，哎、欸、王力宏。
怎样？你的王力宏来了，很方便吧？哎，刹车啊！有勾起你学生时代的青涩回忆吗？大家还想看我们做什么古董开箱的话，请在下方留言区告诉我们。那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喂，喂，我跟你讲，那时候我们大男出去玩的时候，我们就把所有的珍藏全部都拿出来，周杰伦、林俊杰、陶喆、王力宏、蔡依林，我们全部人专辑加起来大概七八张，总共七八十首歌，你真的超屌的，你知道吗？我这里没有2000首哎。